是不是我不回答你，你就会一直问下去？不会啊，我会每天都问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的脚以前受过伤，你是知道的。哦，对啊，不是还波及到腰伤了吗？哎，红光不是在帮你治吗？而且他说会治好的。这不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，我的腿伤了以后。 我在家躺了半个月，然后我就答应了我妈，以后再也不参加滑雪比赛了。自从我爸去世以后，啊，你爸去世了？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家就只剩我妈一个人。我不参加滑雪比赛，也是为了不让她伤心。 哎呦，这会儿要是能有块巧克力就好了。哎，我想到了一样东西，可以代替巧克力。什么？您跟我来。 睁开眼睛吧。这不是？怎么样，可爱吧？你看到他以后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这太残忍了。这就是他们的命运。获得自由之后呢？你会养他吗？你在哪儿碰到的？ 在哪儿啊？哎呦，我这脑子怎么老掉链子啊？好像是在雪场附近吧。我昨天在镇上的狗肉店里见过它。啊，你见过它？当时它被关在笼子里，马上就要被人吃掉了。啊，怎么这样啊？所以你看到它马上就要被人吃了，也没有救它是吗？我怎么救啊？我就算救了它，我也没法养它呀。 不是，你就算是养不了它，你至少先把它救出来啊！咱这附近有好多狗狗收容所呢。不过还好它命大，自己逃出来了，真是可怜死我。难道是吸血回头救了这只狗吗？应该不是，它那么冷血。哎，你说要给狗狗起个什么名字啊？你难道要养它？对啊。 小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养狗首先要有狗证，你要给它打疫苗，而且问题是你的房东能让你养它吗？哎呦，房东肯定不让养啊，所以我才说把它留在这里养。留在这里养？嘘，你小点声，被郑经理听到去惨了。对呀，你也知道，就算是我同意，这里的员工还有同事都同意，那郑经理也不会同意的呀。哎呀，所以才要偷偷养。 小晴，你看他多可怜啊！好吧，好吧。格格，快给哥哥做个揖，咱有家了，现在，耶！谢谢哥哥，狗狗我们有家喽。嗯。何主任，张秘书，我现在要去北湖找王总他们开会，你要和我一起去。 啊，我干嘛去啊？我又不懂。就是因为你不懂，所以董事长特意交代，他让你和我一起去，说让你抓紧时间学习，赶快进入状态了。董事长说你已经同一届班了。啊，是，但是这有点太快了吧？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而且我不打算太早把自己的身份曝光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啊？我理解，你是不想让韩教练知道你的身份。 也不光是韩教练，我是不想让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走吧。你藏这个干嘛呀？
我想要带给小狗狗的。哦，那你喝我的吧。嗯，谢谢。你们两个偷偷摸摸的干嘛呢？啊？我想要装点牛奶给小狗狗喝，又怕被郑经理发现。你真的要养它？嗯。哎呀，行了，随便你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。东山，你就吃这个，营养够吗？够啊，挺好吃的。你看，我特意让同事给我买的特别有名的窝窝头，你尝尝呗。不用了，我不爱吃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明天给你准备啊。丽丽，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。哎，东山，你别拒绝我呀。不然这样吧，咱俩玩个游戏吧，快问快答，我来问问题。如果你答不上来呢，我就亲你一口；如果你全答上来呢，你就亲我一口。我不玩，既然我怎么样都吃亏啊。嗯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巧克力。嗯，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呀？白色。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呀？交响乐。小晴，我没有在跟你讲话，我问的是东山，你老是吃你饭，别捣乱行不行？哦。那你第一眼喜欢看女生什么地方啊？眼睛。我这么说你喜欢我的眼睛咯？嗯，不喜欢。那你跟心仪的女生怎么表白啊？我喜欢你。嗯，再说一遍。我喜。丽丽，你别这样，你这不是摆明了占东山的便宜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说不定东山他就喜欢我呢。不喜欢。你是还没有喜欢上，咱俩只要多接触接触，你多了解我的优点，你肯定会喜欢上我的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喂，玉山。哦，医务室有伤员进来了。哦，行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小晴，我医务室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东山，你等我。哎，这个你们吃了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嗯嗯，拜拜。你吃吧。嗯，谢谢。小晴。嗯。你为什么能回答出关于我的那么多问题啊？比如说。比如说我喜欢的颜色。嗯，你喜欢的颜色是我猜的，没想到猜对了。那我喜欢的食物和我喜欢的音乐呢？你喜欢吃黑雪巧克力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。那你喜欢听交响乐，是因为有一次我路过休息室的时候，听到你耳机里传来了交响乐的声音，所以我猜想你应该是喜欢听交响乐的。你观察还真仔细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也是好同事。叫声呢？快啊！幻听了。
你把那个方案给王总看一下。好。啊。来。我参考了一下国外有些滑雪场的经验，其实套票呢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。爸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那种买一张票就可以滑好几个雪场的那种套票？哎，臭小子，你这回进入得很快嘛。张董啊，咱们两个滑雪场之间还有点距离，那个游客会来吗？所以啊，我们就得讨论一下这个套票使用的时间，还有就是我们两个滑雪场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我再仔细看看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那个狗狗有多可爱，刚刚差一点就被郑经理发现了，简直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可你躲过了一时，躲不过一世啊。你这放在更衣室迟早会被他发现的，还是赶快送人吧。不行，我可舍不得。舍不得你就多给他拍点照留念呗。那能一样吗？你都不知道那狗有多可爱，我当时喂他喝牛奶的时候他一直舔我的手，然后喝完牛奶之后他抬头看我那个眼神就跟看自己妈妈一样。哦，所以你是把自己当成狗了？赵小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跟我玩动物模仿呢？郑经理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个跟你说什么呀？听我说，这个公司规定不准养宠物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不管这个狗是从哪儿来的，今天我必须让它消失。啊！哎，不是，不行！郑经理说对不起，你下回怎么骂我都行。哎哎，小狗狗，小狗狗，你赵小乔，你居然敢殴打领导！你等着，小狗狗，小狗狗，站住！小狗狗，你别跑了！哎哎哎！小狗狗，小心！赵小乔，你赶紧把狗给我弄走！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东山哥哥。啊，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他怎么跑出来了？还不是郑经理刚才把他丢出去吗？郑经理，韩教练，啊，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哎，什么事您说。可不可以把他留下来？不是，韩教练，咱们公司规定是不可以养宠物的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其实我刚才啊，就是想跟那个小晴姑娘商量一下。你说这个狗这么可爱，说不定啊，就是咱们滑雪场的吉祥犬啊。我还想着给这狗起个什么名字来着呢。啊，但是你刚刚明明说要把这狗丢。哎，不是，谢谢小晴姑娘，我是开个玩笑，你看不出来啊？这狗啊，是咱们人类忠实的朋友。比如说那个什么军犬呀、导盲犬呀、缉毒犬呀，为我们人类做了多大的贡献，这怎么能把狗说丢就随便丢了呢？是不是？哎，韩教练，你看这个狗这么可爱，要不你给它起个名字吧？行啊，我看它雪白雪白的，叫它小雪球吧。哎呦，小雪球，这名字起得太好了，是不是，小青姑娘？对。小雪球，我先替小雪球谢谢东山哥哥。不用谢，小雪球。小雪球，红光，看到没？我们这个滑雪场和王总这个滑雪场，这两个地理位置呢是稍有距离，但如果合作起来呢，还是非常便利的。张董，这份策划案非常完整，就按您的方法办。郑
不爽快啊？能跟 Whisky 这么高规格的滑雪场合作，当然得爽快点啊，不然机会啊就让别人抢走了。好，王总，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滑雪场，你也了解一下。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，红光，你也一块儿。爸，我还有必要去吗？怎么，你还认为有比这事儿更重要的事儿吗？好吧。王总，这边请。哎，好。给谁发短信呢？哦，韩教练，本来约的中午一起吃饭，现在只能改下班了。爸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走。怎么样？我找了一个15年前在韩宇工作过的，他说董事长夫人那时候确实是在财务部工作，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才嫁给董事长的。过了几年以后才嫁给我大伯。我大伯跟伯母是28年前认识的，那时候就生了东山。如果说伯母在韩宇工作过，那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重逢了。可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认东山呢？这就不太清楚了，是不是董事长夫人刻意隐瞒，没告诉董事长？我觉得不可能。这样，那个老员工叫什么名字？你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见他。好，我安排。香草加肉桂，这个味道对吗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哎呀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快快快，帮我尝尝。来，尝一小口。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？差不多。你怎么了？感觉好像不开心。还不是因为韩东山。他怎么了？你说我好心叫他做康复治疗，可他倒好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耍着我玩，气死我了。行行行，你别生气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我看他根本就不懂别人的苦心。你说咱们大家这么做是不是都为他好呀？叫他去比赛也是，得的奖都是他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其实呢，东山他不参加比赛是有原因的。我知道呀，不就是腰伤吗？但红光哥都说帮他治疗了呀。不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曾经答应过他妈妈不再参加比赛了。真的吗？他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所以说韩东山虽然外表冷酷，但他其实还是很孝顺的。而且还很有爱心。哼，那我就更要得到他了。可是他好像有点怕你。喜欢跟怕是一体两面，他是怕他无可救药的喜欢上我了。对了，给你一个礼物啊，黑雪巧克力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今天收拾衣服室的零食柜找到的。啊，真的？天哪，太好了，可以给我吗？就是给你的呀。真的吗？对呀。那我拿走了。拿走吧。你赶快收拾一下啊，我要做饭了。
四个人里。记住啊，往前扑的时候不要用你的手肘，不要用这个撑力，你要用这边，要用这边去撑力，这样会保护你。哎，这样对，然后再往前一点，往前点是吧？再往前一点，哎，对，往前，往前。哎，教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东山，韩东山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待会儿多吃几颗止痛药吧。这样，你待会儿先把板穿上，然后我让我的助理来教你动作吧。哎，行。小晴，哎呀，小晴，你拽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上班时间，你要被郑经理发现你在那儿挤眉弄眼的，到时候肯定要被骂了。我会注意的，这不正好趁红光哥不在，我跑去看东山了吗？真的好帅，是不是？你真的喜欢他吗？对啊，我要跟他谈恋爱啊。可是我以为你之前是开玩笑的，你之前是跟我说，你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男人，你要跟他谈恋爱。但如果你要是真的因为这个就跟他在一起了，那不会太随便了吗？哦，小晴，你又失忆了。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韩东山就是命中注定。可是你这样见一个爱一个真的好吗？你之前不是还喜欢红光的吗？那不是也没办法吗？谁让他心有所属啊？我也不能往死胡同里钻吧。更何况他喜欢的人还是你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话不要乱说，万一要是被别人听见了，到时候又该误会了。你爱信不信，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红光哥真的不错，虽然说没有我们家东山那么男人吧，不过现在暖男也流行啊。而且大家都说东山是个面瘫男，既不爱笑又不爱说话，但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才够酷，哎，对吧？东山哪有面瘫啊，他挺爱笑的呀。小晴，晴啊。没什么。对了，你有没有那个膏药啊？就膏药止疼的那种。你哪受伤了？哎呦，不是我，是东山。东山他。哦，那我去给他送去。喂。有伤员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去接。哎，不行，小晴，我去不了了，你帮我送给他。顺便帮我带上好啊。哦，好。小晴。还说是战友呢，工作时间人影都看不到。我这腰怎么越来越疼了？噔噔，这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腰疼啊？还不明显啊你？你刚才上课的时候手一直揉这里。你是在笑吗？不笑吗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你是面瘫脸，但我就觉得你不是吗？那是因为我在别人面前没有什么好笑的点。我觉得吧，开心过是一天，不开心过也是一天，让自己开心的过一天，你不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吗？而且你笑起来特别有亲和力。那这样，我给你一个特权，以后呢，我天天在你面前笑一次。好啊。但是我希望你在别人面前也能多笑笑。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你的特权了。哦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需要有什么特权。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笑，
这样呢就表示你很开心，你开心了，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。这个人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在想你的一个问题。我的什么问题啊？我在想你是不是误会你爸的意思了。我误会他什么了？你爸不让你参加滑雪比赛是因为担心你，害怕你受伤，但是如果你把腰伤治好了，然后就能够参加比赛，还能够拿到名次，这样不就能够证明你可以照顾好自己吗？这样的话，叔叔阿姨就不会那么担心了。他们根本就不会担心我，因为我也的确不会一直做一个教练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，到底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。比赛再说吧，现在最主要的呢，就是把我的腰伤治好。哦，那快点，我赶紧帮你贴上，快。啊？来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不用了吧？没关系，我帮你贴，你看不到后面。来，哎，啊！我现在想去一下洗手间。好，给我吧。啊！行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啊。哎，东山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客人已经下山了，咱也走吧。你没有发现十分钟以前我们的缆车就已经停了吗？今天是几号啊？不会赶上缆车休息日了吧？估计就是。20分钟前那一趟。应该就是最后一趟。走吧，走下山。走啊，冻山。哎，好冷啊！我帮你拿一个。啊，来。谢谢。
他，东山现在就在山顶上，让他赶紧找人联系。是，我这就去问一下。哎，你看有人，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东山，小青，你们没事吧？红哥，还好。我们都担心死了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雪下这么大，也联系不到你们。你不用担心，刚刚不是跟下面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联系上了吗？而且这不是还有东山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应该都没什么事儿。不过小晴刚刚在山上的时候吹了不少风，可能会感冒的。要不待会儿你带她去医务室看看？对，马上回去看一下，喝杯姜茶暖暖身子。嗯，那东山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哦，我待会儿还有事，不去了吧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这个真的只剩下最后一颗了，你待会儿就着姜茶就把它一起吃了吧。好吧，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我们也走吧。冻坏了吧？来，喝杯姜茶，暖暖身子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能大意。你冻了这么久，赶紧喝点热的，要不然该感冒了。嗯，红光，其实你不用这么照顾我的。我刚刚就是吹了点风，你看你医务室还有这么多事儿，我就。别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不都说了吗？别跟我这么客气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忘了把衣服给你披上。谢谢你啊。